天才少女林佩文今日在公开女子100公尺蛙式以1分09秒35的成绩打破1分09秒40的大会纪录，并为台湾体大夺下一面金牌。面对天才少女这个称号，她谦虚表示自己还需要更努力。我觉得因为今天这个项目是我一直很希望可以达到标准的项目，所以就是在准备上面的话也会比较注意一点，然后比较积极，很开心就是游出今年最佳成绩。廖曼问同时也在100公尺蛙式以1分12秒59拿下铜牌，接着女生试乘100公尺自由式接力由廖曼问、何品丽、林佩文、陈瑜蓉登板，以3分58秒16的成绩再添一金。教练杨金贵对选手们的表现给予肯定，表现非常亮眼，因为大家也都是拼尽全力，但是不管成绩如何，我觉得他们都是做到最好的，他们就是尽全力去游，然后去好好享受这个比赛。我觉得结果来讲不管怎样都是其次，但是就是好好的把这场比赛完成。台湾体大游泳队今日奖牌大丰收，在个人项目拿下两金一银一铜，团体项目一金一银，截至目前为止更有7金6银4铜入袋。记者赵云、李怡轩高雄报道。